既报人情，莫亏为父武林。三高高素才洪永都提谋成功，经过了四百年，三高素计谋，莫亏再出兴阻乱武林。一代新人素焚金，为弥平户籍，召集三团人，也收替建军乱世公都，利用莫亏在天竺峰吸收大地灵气之际，联手伏魔。开始了。嗯，是素焚金交代，将魔魁交代六代门派处置。哼，各位，魔魁就交给您了。高路。都轮回乃是天人兄弟，加上素焚金亲身拜师了机关殿堂，莫亏独行无门，将要一世人被今日处置。哼，此魔恶官满盈，天理难容，快将心干净，算是办义了。行吧，莫亏。嗯，破风妖怪，快现身来。大哥，我不能明白，为何你不杀魔魁？贤弟有所不知，杀得了肉体，杀不了元灵啊！此时杀了他，只有重到四百年前的福田，魔魁终究会再重生，再劫也永无止休。但总不能将伊永远囚禁吗？这只是暂时，如能瞬息一物，便可以完全消灭魔魁。是何物？菩提明镜。菩提明镜，是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菩提明镜乃元灵之克星，任何灵气在镜光的照射之下，尽化虚无。大哥派出三团人，就是为找寻出物。这时，只要能找到出物，莫非就永无再生之机了？嗯。方才有人来过吗？督军母女。嗯，令魔鬼恁的面目，无声无息挂上此格，此人功力不差。大哥，这个格有什么用意？这嘛，嗯，这是一个邀请函。哈、啊？格只乃是靠密三字的组合，密与密同音。有一说依靠水密，也就是有人想约我一谈，欲向我讲一件秘密。原来是这个含义，可是也无时间地点如何赴约。这是一个门会阁，外圈有十个做证阁，那又如何？门会一称领兄，所谓领兄义高骨，庆宴几堪餐，便是赞颂门会之主。日主乃最生食物，吉日生权。有权最忌，也就是指乌白之俗。两者相加，便不难明白赴约的地点，必是指灵凶恶咯。可是此人凶妖忌，不敌是先是恶。大哥，让我一力同行吧。也好，小贤弟，小贤同。师尊有何吩咐？为师一力的事迹有事外出，恁两人好好固守琉璃仙境。是，师尊呐。燕国地已经泡好了，就和恁两人饮吧。恁不是师兄偷饮吗？
两位先生刚好要算一个命，真不错，我无需要。两位请问几笔技术？我替苦的断论世间，不是凊彩替人算命。若不是眼见两位将有劫难，我也未开口劫难。依我看，两位目前是要争取富裕是吧？这个心比之欲带有凶险之强，若是无人进屋，恐怕发生不幸，心生恻隐猜疑。我们相信这个师兄有什么事是我与大哥无法解决，两位未免太自信了。依我看，受劫难虽不难避，不过想要化气也不是真简单。如果两位也是这里前往，那就请大家小心了。你这不是白讲的吗？难道连何为所无此行不相一观？这位老兄带着王家之雄，照理虽可以逢凶化吉，不过据我的推算，你所要遭受的灾劫并不单纯，总有血光之难。多谢先生，说不必定多加小心。哪里哪里。谢救救我阿爹，洞内有一只怪兽，几天前就将我阿爹困在此地。姑娘别担心，你先到洞外小等片刻，我一定将你阿爹救出。多谢众生。这次我要拿到三倍经验值，爽！感谢你救我，险险都叫这只怪物吃去。不必紧张，你的如今在洞口等你，快去见吧。大事大条了，大事大条了。三中天乃是庄严神圣之所，不可大声喧哗。报告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外口人来。不是跟你讲过吗？本圣帝闭门下去，不接待外宾。可是一时一时，想两仙钱打发你走吧。人是来坏人呢，哈哈，人就来了。我一个心性庄严的金庸圣帝，青庸子救用了。啊，青庸子，三高吉凶嘛。情况不对，我心酸。我们算，本圣帝已故后，一向戒罪不还何罪？顶门拜访为什么缘故？无敌小不了，你可敌金庸圣帝早期死在明七天的手上，莫名降低，罪不可赦。这，阁下也是速速离去吧，莫且休怪我秋毫不留情。这个师兄就是恁这种欺世盗名的人，就用他人的名号来侮辱，今天就将我来告昏。真奇心，你真有勇气。庄焕金啊，你千万卖误会，千万不可动怒。我都是用一百粒弹，也不敢在你的地盘上杀你啊！快快离开吧，卖再为非罪派了。是是是，我改行做正当的生意。好，如果你操控仪的话，就是按右键，就是可以瞬移到某个地方这样子哈。此地就是凌雄王，大哥你果然心机妙算，够呛了。咱是通过第一关的文字，要第二关，抓准大汉，难不倒青庸子。
恐怕不是真容易。昨阵大汉如何飘过飞行？呼！待我施展千里神通，将飞蛇拨开。稍等，此法强有不同，对此人太犀利了，难以大举之间。急起动来，好。两位贵客，请起来吧。啊，是前辈。是五朝红人前辈，形容有礼了。自从前辈设教绝游，我才得十分的怀念前辈。想未到能在此地再次见到，我来此只是为故友尽一点心。这位姑娘是我的故友之女，能将前辈结交，必是英雄福晋。谢的路，这位就是素还真，而另外这位是青阳子。是一名功名磊落的好汉，见过两位前辈，为你引荐过，我也要离开了。前辈，匆匆一回，前辈就要离开，难道以往对素某的误会尚未解开吗？我无误会任何人，故事。啊，兄弟，你赶紧送前辈一程吧。是。就问清香别人素还真，乃是一名彬彬有礼君子。今天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尚未请教尊位，素还真，今天我遇见你，并不是为求高亲，而是受一礼参详。人呀，但是所谓名义之义，不敌称为，恐怕言语之间冒犯了姑娘。我下小立古，不见水便浦，使君回眸，回头人一口，你就如此称呼我吧。原来是骨皮先生，不过这不是你的称呼，而是心怀敬远的灵尊啊。佩服佩服，小女子见如宾，总算见识到素还真的地位。剑姑娘已觉相邀。雕绣秘密一落只参详，伊苦地无愧已经脱道，玉帝门派代表也传授心梦了。这怎有可能？伊敢完全自信？伊苦心百姓的六道轮回阵，见得了无愧吗？原来无愧如此深不可测，素无失算。啊，你并无失算，六道轮回阵。可是所住无愧了，难道另有高人救走无愧？不错，就是飞仙女。因救走无愧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真简单，无愧仙人传了无愧一项宝物，情之珠泪倒影，外表看来并无任何作用，连无愧自身也不敌的用途，但是。就是得到天文咒的关键。天文咒，你素还真见闻广阔，难道不知此物？素无只是略知一二。天文咒能达成任何人的任何心愿。武林之父，魔鬼在明，飞仙女在暗，而暗处的危机更加可怕。如果你真正有心为武林奉献，就此出天文咒，希望消灭飞仙女吧。所谓加以留心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来此地找我，我会等你。如此感谢姑娘的警示，所谓故事了。送上了名正道的栋梁，大哥。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剑姑娘讲得不错，莫非已经被飞仙女劫走？飞仙女，
一种不敌来自何方的怪兽，能化成人形，神出鬼没。因救走魔鬼，是为了夺取天文鸟。魔鬼的态度，万一将三团人高高击破，将永远无人可以制衡魔鬼了。但是，三团人各自在武林中找出菩提明镜，如何通敌修心，找出菩提明镜的任务重旨，将精神集中在飞仙类与天文鸟之上。您有能力对付飞仙类吗？谁？能力就卖天勇。无聊之徒，地角青龙，咱紧张。任逍遥，你做梦也想袂到你会有今天吧？我也想袂到，过去咱是至交好友，想袂到，想袂到三五七做袂我一门之人，竟是你这位好友。爹亲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样罪未免太过残忍。点起。逍遥是最后一人了，为何排位却无高低？今年第九人是谁啊？因为梦境子，回房休息吧。有人承认一步了。现在要如何？先跪求再睡。啊！各位并非苦境生物，就不该侵入人类的生存空间。我的机关的，不是人类的，万不可以生存空。所无不以妙事万物，独尊人类。但如你所说，恁也不该危害人类的生存权。请将诸类毒瘾献出。这些妄想，追回诸类毒瘾，可是大哥你，我也顶得住，快去！是。
想想法救大姑要紧。祖瑞都因告辞。在苏环境也比困在哪里，我们如何就能找到天文教呢？天文小姐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向铁匠请求那修改古地匠请的地高位修人是谁？这修好不能睡。为什么？主人的命令，连我也不能睡吗？小姐，既然这么难，那就算了。啊，好吧，我讲就是，这人的第九名修人就是苏焕金。苏焕金？为什么是苏焕金？胸情说好不低，一定要向爹亲问清楚。正在将刀割手，未遭刺伤，经过一番激战，怪兽受伤点痛，为何以为必死不疑，所以就大进城探视，想未到刺伤扎死昏死，一提来毒药，将为何伤成这样，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爹亲。也在后面，也以我精通手足的地高，好友不但无同情我的惨状，还是如今下咒，恐怕是比邪魔附身，竟然滚起一弓，企图将我消灭，可怕，可怕的人心。做你的小人，你的母亲，你的兄长，就这样惨死在这奸人的手中。既然如此，爹亲为何不对苏焕金采取行动？为何是为了大局设想？虽然世人对不起我，可是为何也是放不下心？非仙女是世间的福晋。非消灭不可。第四环境，但待得到天文教，再杀他不敌。现在
所累得因已经够呛，天文就随手可得。不过目前有一个难题。是什么难题？为何已经侦察过了，小庄天文就的地角必须通过一撮的作界，可是原来的吊桥已经断了，再将两条红绳之间之隙，才能渡过作界。如冰，你也知为何无法去见两条红绳？这件钱物只有交代你了。如此尽力之位。这是做累的意，你提起吧。要说环境与飞行类同时出现在地甲，有可能双方已经达成协议，想合作夺取天文鸟。如此，你爱多加小心。如此晓得。感谢前辈之命，如今决定顺利与苏焕清见面。不必细想，这是小事。家父心情，时常提起前辈，原来前辈也对家父有情有义，如今感念在心。想未到转眼之间，已经天人永记，明尊是怎样死？有一项毕生的心愿，必定完成所得。你父亲宽赦倾听，无可敌国，到底是什么心愿，连你都无法完成？一生中心心念念，想要取得一件稀世奇珍天文鸟。你完成了吗？尚未完成。欲见苏焕清，就是为了一中一的量。什么爱来完成你的父亲的位置？因为在武林中最轻重不落的人就是苏焕清，也许也精通易剑术。记住，前辈苏焕清高精会浅。你错了。第一，苏焕清未向义剑；第二，我与他毫无交情。提起这个名字，我自己的灵气动人呀。前辈之处也无苏焕清吗？都不懂不相为谋。我自己不该在岩上江湖唱，让我以静香消毒血气吧。是你恭听。大哥情奉危急，但是前辈殷勤之志，以无人打断，这如何是好？前辈为何突然停止？青娘子，何必定力在我？进入吧。青娘见过前辈，无所不定，三不定。就开门见山讲吧。这如冰又不是外人，请前辈不通误会。实在是是不是苏焕清有难？这是大哥被困地甲国，危急累乱，我正要前往地甲国，但不是要救苏焕清，而是要完成如冰的心愿。是是，前辈快随我来。哥，前辈来救你了。此恩此德，素无英名武瑞。我今天来是做如冰姑娘告对方，而不是来救你。不过我的剑可以多留片刻。如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心剑融合，心行即剑行，心智即剑智。
分钟伊我有去遐深修，我要帮伊脱离困境吗？剑姑娘快快离开，取得机关钉钉，为其束缚。苏焕清，你紧走吧，前辈剑是要停留伤久。姑娘，为什么珠雷都印在你的身上？世间上有真多无法解答的为什么，你也是紧走吧。那你呢？进入此地天文秀，完成家父遗愿，让苏母一日同行，不敢如幻。飞天之剑既启动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我平安无事，放心吧。前辈救命之恩，一路不知如何。不必再说，就尊敬我是你的前辈，就休提报恩之事。知了。如冰，天文照可有此定？有。灵尊的威严达成，你既真厚道。传来前辈大力相助，一路奉令如此顺利完成先父威严。注音注定。你有咧企图咯？啊，剑姑娘，苏某有一事请教。什么事情？姑娘可知使用天文照的禁忌？原来你唔知影，以天文照许愿，可以达成任何的愿望，这点姑娘必定明白。但是这名许愿之人，必须以自己的性命最为代替。才能换取愿望的达成。有这种事？故故小心，剑姑娘，此招乃是因祸之源，也是贪威者夺取的目标。姑娘心怀忌怖，务必多加小心。苏焕清，不用你担心，我会保护伊安全。如冰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多谢前辈。有前辈保护，任何危机皆可化险为夷啊！大哥，咱也该回去了。奇怪，何事奇怪？为何此雷毒印会在剑如冰的身上？既然有能力取得天文照，当初又何必约我到凌雄水下谈论天文照与飞仙雷之事？大哥，你太多心了。天文照既被取出，事情既过一段落，青阳，你错了，真正的事情现在才开始。不然，是主人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传送战将过来。是。主人，送战将过。送战将。为了前进的等待，现在就是您为我出力的时候了。您过来，真有真有，您一起享受，去吧。怎样杀龙杀不完？听讲离家不远的天枪塔，总得靠绝世兵将。吉木，那我想去见识见识，
天枪塔内有丁丁机关部，小心检验的看到命就生武器了。有这样的一口子，一束黄金约定时间也未到，先到天枪塔一探究竟吧。谁哇？有人去在等你呢。哦，是谁呢？是我一线生。原来是一线生失惊失惊，雷中炮敌吧。苏焕金啊，我不是来炮敌，我是来通知你紧急的消息，是盼消息了。不错，三团军都丢毛环了。哈，这是我在拼命地探听到的消息。公都在捉龙都都告不明人数的埋伏，将军就被困在天枪塔的机关内中无法抽身。这那叶小天，叶小天一路不明，这消息是何消息？这我就不得而知了。苏焕金，你认为呢？捉龙都煞气太重，由于公都的秘密相册，依我看也是亲手造一撮证信。大哥，我随你去。事不宜迟，咱即刻出发。苏前辈，我被困在顶上，动弹不得，找无出口，请慢急，带我去去看门。塔内机关已悬空天枪射击，要破解似乎不是真容易，爱找高人帮忙。前辈是指提靠这段论世间，听说伊对胸腔循环有研究，可能也是爱科学本事了。我在此等候就是。先生，因为急事请讲，你虽无妨，先生是否知晓天枪机关的破解之法？这个天枪塔是以胸腔所设。只要有生物之光的能量，那塔内机关就会不断地运作。想要停止机关，绝对不能立定。原来如此，那要如何停止塔内机关？灭破天枪塔，就要阻绝一切生物之光。想要这样做，就要取得暗影塔。暗影塔乃是一神秘民族暗影一族的部分。从来无外交的记录，暗影一族，因就是住在西南方一多番村。破台办法我已经讲了，再来怎样处理这件宝物，都要看你苏焕金你家己了。苏武都担向龙金杯就暗影大一用。希望龙金杯能兴旺。阿妙一种，一向不与外界接触，对中华武林也无任何的好感。为什么爱将本座的旗帛交你苏焕金？苏武急需要救着苏伯伯救人，苏修必定归还。哼，王舅舅就岂有此理？来人啊！用出公道，把我赶出去。时间紧迫，为了救将军，苏武不得不出手硬抢了。阿明大你家，你退去便是，莫再伤害我的族人了。我家己处罪也是不得已，但就是将军之后，自然会将此宝物归还中路。你走吧。这次应该不是飞仙女所设下的陷阱，从龙剑的身手看来。伊原本应该是中原武林人选，除了飞仙女之外，可能要另外一股小的势力在背后运作。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，是否要继续找出菩提明镜，
找出菩提明镜任务暂时终止。你先回琉璃仙境等待消息吧。是，故事了。我家就来归还暗影吧。多谢奴前辈救不相送，说我在此为之前的无力悲催。马路，你离开吧。现在32等吗？功德是何无用？那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恐怕我将历尽身亡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此行前往西域等地，但是拢无任何有关菩提明镜消息。后来听到菩提明镜就在绝龙岛的消息，就急忙赶到这地方。谁知道这一切，拢是回神雷失害圈套。你先回琉璃仙境休养。也有不少的事情等人。我先行一步了。我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这个文种的事件之后的敌人，果然并不是嫉妒天文就这么单纯。叶小天，我带来了素环境的口信，要转达给你。哈、啊！叶小天，你认识此人？是，伊是我的朋友，请问伊发生什么事？昨日要出外出游，看伊身中一刀倒在路边，伤口虽然是无深。但是刀口上所抹的毒，却是我从来没看过。哈？那伊目前的状况如何？这种毒的威力，非是常人所会当想。若是佫较慢一丝发现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。尚未请教尊位，人称我半智神医，原来是江湖人称伊无不敌的半智神医，所无久仰了。你是素还真，这是心意有何指教？快快带着你的朋友离开吧！为何突然如此？我这做错什么事吗？我非常不欣赏你素还真处事方式，十足的伪君子。啊，恐怕心意误会素母了。不用解释，你将病人赶回去吧。心意一无不敌，莫非此毒无解？心意无想废其美名。苏环真，你免急我，你若当通过我的试验，证明我所听到对你的一切只是流言，我自然会医治此人。若真麻烦了，先帝所指的试验室，当不好我这个古部之国，任何人进入这个所在，就会因为三国之中先别将其英雄，而看到一挂家己敬重的敌人，如是敬的人，在这个国中。就会愈强悍，所以这就前往古部之国。李如修，临平下定帖，定帖六千回，胸怀气不归。李德高，李如修，临平下定帖。顶帖六千回，胸怀气不归。你得到天文咒，就能完成你父亲的位置，为何如此伤感？我是家破人亡乱族的女子，在这个世上，无一个知心之人。这是什么？饮水成冰的功夫。你细汉的时阵，我曾用这部功夫，将露水凝结成冰珠送给你。
难道你袂记得？我不忘却，我不忘却，永远拢袂忘却，前辈。保重了。若无通过试验路，请伊约定就伫叶小铁房大丈夫一人酒顶。这段期间，我已经成中毒指数。若要进地，要缺一味的药材，何种药材？黄桂草，在百草山上的山顶。不过，有一只寒血兽在看管。任何人若想要满足着黄桂草，就会被寒血兽攻击。莫非这又是新意的试验？会呀、啊，你为人就交予天下人最平断吧。但若要救治你的朋友，非除我不可。所无了解了，碧车山在何处？就在附近，这是通往碧车山的首席，你要去吧。新衣换血草剃掉了，换血动作需要几天的时间，在这个阶段之中，要小替我好好照顾，感激不尽。其实我真相信，无论如何，新衣拢未见死不救，行医行人，希望受欢迎你也是如此，我真铭记在心。天门教。你的心愿将要达成了。如冰，你做得真好，为何非常欢喜？爹亲，有一件事情。有什么事小小在说？为何想要死冤？爹亲不可。你从什么？爹亲，原谅如今的麻烦，可是苏焕金向我讲过，只要向天文照死冤的人，必须付出自己的生命最为代价，也就是死冤者必死无疑。什么？你是什么时候讲的？在如今此地天文就之后，这是苏焕金为人送条，怎可相信？可是，罢了，你先出去，为何左右左调？是。等下，苏焕金有看到天文照吗？不，落去吧。师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轰轰动动？这两天武林上，传说叶小弟大闹李家庄，杀死李家庄上下23口。怎有可能有这种事？我才将半只新叶做出离开。这一切绝无可能是叶小天的所为啊！我嘛想叶大姐绝未做出这种事啊！若无帮伊澄清，以后江湖上不知如何看待这件事。我现在就前往李家庄查看清楚。哈？他们两人已经没去了。莫开之梦到底有什么秘密？你是何人？为何要假扮他人？
唔恭维，也是不能恭维。君子不当口，只好当手了，出招吧。以冤家必死无疑，是真实的吗？这是苏焕真的好手，绝对无这种代志。天门者，才完成我的愿望。不用紧，把你苏焕真所言是真，那我所谓性命，不就白费了？这该做何时好？不管苏焕真讲这句话是真是假，伊就是牵制我的行动，看来苏焕真对天门教也早就其实都是因而阻挡我希望。我就想针对你，苏焕真，减为主人，将人心救来，将如冰滴下。是。你不是魔鬼？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爱死在此地了。又是一个膜拜会，最近流行吗？苏焕真，怎么了？你将草心送到琉璃仙境。交予苏焕真。是。再来就看飞仙蕊是何中计了。先生要在明天24日将天门教交予苏焕真，好，就将我这个苏焕真进去护佑吧。什么？爹亲要将天门教交予苏焕真？不错，爹亲是对苏焕真动念。比人三藏见死不救的事情，一直耿耿于怀吗？为何现在又要将这么重要的物件交给伊呢？为何总不能因为苏焕真以前无帮助了，就不顾天下苍生的安危？飞仙蕊对武林，甚至全人类的危害，将会造成更多亲像明剑三藏的不幸。这样做完全是为着大局着想啊！爹亲讲一无事，如今愿意分担记录，护送天文鸟往到琉璃仙境。不可，飞仙蕊虎视眈眈，要你来行这座路太冒险了。不如你发函代为父邀请苏焕真。明天25日来此，以我为名，我也有一点点的愿望，也希望伊会当替我达成。可是爹亲对苏焕真，你快去准备邀请函吧。记住，明天25日会见苏焕真。那如今过天了，姜维，主人，何你来？是。小好尊名，剑姑娘，苏焕真，青娘子，苏焕真，在你接受这张请帖之前，务必答应我两件事。请随，苏某一定答应。我小妹讲出是哪两件，你就答应，是不是太有自信了？苏某一无了解你，第一件，是不是要苏某单独服用？不错，
那第二件呢？第二件就是发帖之人，要求对伊的身份不明。苏焕金，你果然非同凡响，请你等下遵守这两个要求。郡守一诺千金。故事。大哥，你可以说明了吧？有人要将天文酒遗传以我，天文酒不是在剑姑娘的手上，为何伊唔亲自送？难道幕后真正有人控制一切？无错，但是方才我承诺剑姑娘的两件事，你也听到了，对楚人的身份不明。万一这是一个阴谋，你放心，等一切查清之后，我会向你说明什么时候赴约。请帖注明是25日，应该是后日。苏焕金，你来了。是，我家应邀而来。听闻先生有意将天文酒交予在下。不错，天文酒在此。苏焕金，看到天文酒，你十分的激动是吗？哼，这粒天文酒是计，你怎么的是计？计，你不用再装蒜，你不是真正的苏焕金，我不可能将天文酒交给你。哈？你惊伊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我一清二楚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就是剑上卿，独领明剑三藏之主。哈！爹亲啊！小姐，你快离开此地，我去帮助主人。爹亲啊！主人。爹亲啊！爹亲啊！小姐，请进来。现在你应该赶紧去向五桥红顶求助，阻止苏焕金使用天文酒。主人的小事，就交属下来处理吧。爹亲，你死得好惨，奴一定要替你报仇。发生了何事？迷雾那最近出现两只魔兽，经常到这个镇上作乱，伤及无辜，真是令人头疼。魔域的妖孽又开始作乱了，莫非是当初无拄着魔魁所拄着的效果？如此洪亮的素材，有人记住吗？请进吧，苏焕金。主人出声了。原来先生就是失职，人情之不宜上听，请苏大家眼转了。我变成这种模样，难怪不能认得出。先生为何会变成这个模样呢？啊，不提也罢。苏焕金，我今天请你进来，不是要谈往事，而是要将这粒天文酒交托给你。这，
即落才受之有愧哦。不用客气，你尽管收下吧。非常感谢。对了，苏焕金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请随。今天你见到我之事，请勿向任何人提起，也不可带任何人来此地见我。说无必定受口如班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打扰多时，说无故事了，无伤了。嗯，如今发生了何事？请前辈追逐，为家父报仇。起来吧，你慢慢讲。苏焕金心怀仇怨，为了自己的性命，杀害家父。你的父亲不是早就失势了？我不敢欺瞒前辈，当初变相突然。我的父亲为了消灭飞仙类，可是被打成重伤，而产生了变化，形销骨立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众人以为父亲被鬼附身，带来不祥的妖气，以为讲我一家。我与家父侥幸脱身，家父从此心灰意冷，如何苦逼先生过着不敬天日的生活？父亲命我传达你已经失望，并不是真心的骗你。苦逼先生，兄亲，你是何苦？家父会落到这种地步？苏焕金来负一部分的责任。家父虽然怀恨在心，但是一直到天文照之后，以后苏焕金也有意夺取。为了武林大局，伊甘愿放下仇恨，将天文照交予苏焕金。想未到，苏焕金是何时去见你的父亲？25日那天，你得到天文照了吗？得到了。我马上回来，你留在此地等我。我才见过前辈，不用多礼。苏焕金，我只是来问你几个问题，问完就离开。啊，前辈难得光临，何不留在此地？让我这尽弟子之谊，天文照是不是在你的身上？是，但这事留在本月25日，会见一名叫骨皮先生的人。有，骨皮先生发帖邀请，你会当带去见吗？这，为了遵守诺言，恕我这不能明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何一个遵守诺言，一切我拢明白了。时间地点拢在生死状之上，故事。前辈，前辈，二弟免叫了。我重要骨皮先生之计。骨皮先生是谁？剑姑娘的父亲，伊为何会算计你？您之间有仇吗？仇恨从何而来？所无一无所知。不过以我的判断，骨皮先生一定是为某种的利益而出此毒策。既然是阴谋，应该对前辈解释清楚。前辈发下生死状，覆水难收啊！即形容，我要去古部之国赴用。你马上前往乌吉基，保护剑姑娘。为什么要保护伊？伊害你前辈反目成仇。该领凡事欺凌人，快去保护伊。前辈去找苏焕金，不知结果如何？爹亲，请你在天之灵
必有前辈平安无事，替爹亲你报仇雪恨。啊，你！上天文照高出，我身上并无天文照。天文照了，云公。天文照，早起被苏焕金夺走了。苏焕金，呵，你所见的苏焕金就是我。啊，那天那粒天文照是你，今日你藏在哪里？原来，我爹亲是你所杀，苏焕金是无辜的。不错，天文照在哪里？快说！我是你的眼睛，看你讲也是不讲。啊！剑姑娘，快过来！走！苏焕金是无辜的。关涉足流，关涉清，已经寒饮滚灵魂，寒剑灭天滚水，无视人间俏红尘。前辈，世俗情欲难分辨，是非功夫，文玩精修，就以求雄三尺求水最了断吧。第一场战斗，不用一人伤化。用名称剑法，七三八，好，今天只是七三八。哦，新招，刚才是新招，刚是新招。苏焕金，你是勇剑的高手。剑姑娘，在前进数里就是骨头的地点，一定去阻止骨头吧。哪边？不用管我，快去！好，你自己小心。姐妹，今组织这张骨头，苏焕金并无杀死爹亲，这是一张误会。姐妹，你别杀我，我明白了，原来。一切拢是爹亲的阴谋。苏焕金，我被施出新功夫了，有心。苏焕金，你杀了我吧！剑下留情啊！如冰。你怎会来此？不妙，是调虎离山计。好一对高男女，随我争夺天文照。谁就爱死。不走兵东行，这种结局完满吗？哦，主人，你叫我什么？主人，不喏，你应该叫我阿虎。哦，你不是深爱着如冰吗？离开为了伊，不顾性命安危，
蒙古族不中意这种真情之爱，令人感动啊！虽然我交还天文者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甚至也可以将如冰鱼配合，我交宽宏大量吧。对自己的爱情，我一向如此。天文者已经送给素还亲。将我最珍爱的物件送给我最痛恨的仇人，天啊，这是何等的讽刺，这是极大的天辱，你骗我，天文就在你心上，我老你何用啊？前辈，公婆，究竟怎样一回事？家父为了报仇，为了得到天文咒，用尽心机，才下这个骗局。素还真是无辜的。当初与家父发生争执的事，发生的素还真非善类，我一时失策，险险独身在此。我不愿再听闻，请离开吧。如今如此单纯善良，可以得受几乎利用，只有纯净的笑容，就再遭受不幸，天理何在？想害死父亲的道理，如今绝对不够无害父亲的意念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串通剑位，偷走我的天文咒，险险将我多年的心血化为乌有？您是真心将我痛苦，您真心的侮辱我？爹亲，你不应该认为世间拢对不起你。实在是你的手段。子口，你这个不识大体的恶意也敢狡辩，世人就是对不起我。如大不重要，你已经一心向着我人，因为报仇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与你无关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如果不是，你为何要偷走天文咒？你现在就可以去团团五桥红顶，讲我是一个心怀旧路的人，毫无人性，叫伊来杀我。爹亲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如今对你一片的好心，你也无法体会吗？啊！为我多无足地，天文就失之乎地。不必惊，如冰，其实要表现你对我的挚爱，要尽为人择路的厚道，并不困难。来，向天文就许愿，让我恢复往日的风采，让我拥有天下无敌的武功。爹亲。当初取得天文咒的目的，是为了消灭飞仙类。可是现在的，王金啊，为护了天下无敌的武功，也怕消灭不了飞仙类吗？这，
所欢心都错为止了。快闪开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的剑有我的剑吗？如冰，快用天门咒洗完，将我恢复往日的风采，将我的武功天下无敌。剑上青，你变落。我变了，你看我如今的模样，你看我安心的所在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布衣上轻了。我们欢喜无算什么，你变的是你的心。你明知西夏元武如兵必死无疑，你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连如今也牺牲。不要作死，作不死不好。心如苦，七七三十年，现在要他回报，有何不可？说我不能阻止你杀害如冰姑娘。习惯，习惯我就不杀你两人。爹亲呢？千万不可，凭他兄杀不了我，不能杀人就是必杀。我死了，如今你袂心痛吗？我替你习惯，如冰不可。快，你赶紧习惯，让我拥有天下第一的武功。但是如果你不放开五桥红尘以及苏焕金，是，如果我不行。我甘愿死在世人的眼泪之下。父亲，你的禁忌你讲过话，天门咒，请你将我的父亲剑上青恢复以往的风采，让伊武功无人能敌。如果剑上青违背誓言，伊将会死在世人的眼泪之下。你太公了，不要许下如此心愿。你这年来，我的父亲真正是生不如死。你这是何苦？这是何苦？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既无所求。啊，如冰，你我。我想再看一次饮水成冰的功夫。莫将过眼泪滴落。啊，如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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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真正拥有天下第一的武功，哼！拥有天下第一的武功又如何？独行不义，必受天谴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可惜，你苏焕金无眼福，看到这种结局。好。素魂心，不过只有这种程度也是做不了主。素魂心。想要在武林独雄独名，
兼上卿，你连亲生骨肉拢未向爱惜，怎样可能爱惜天下苍生？如果用我的活在世上，将是无人呼吸呀！今后我乔红林，我一定想了解你的剑法到什么程度。想未到你的金鸡日出的全部，你的金鸡是建立在如冰的尸体之上，无得的引以为傲。哼，我的金鸡是上天所赐，你无胜算了。请求你者是如冰，杀你者也是如冰。前辈，前辈，请听素母一言。非贤内尚未渡尽，武林忧患，需要前辈主持大救。明剑扫过来，人情中秋霜，无可奈何天，暗人销魂香。前辈，素还心，你所行是江湖路，意外寒魂野火，无法定合。我本想提问，但是事情要做一个了结。非贤内这个祸乱根源，一定要铲除。前辈愿意拔刀相助，素母感激万分。我只是无想将如冰的泪白流。行吧。魔盔，兼江南气，魂侵人不归。前辈此去，不知何日再相逢。
毋是叫你好好疗伤，毋通随便乱动吗？前辈要归阮，青阳怎能不来送行？这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将小伤装成大病来骗我，我将伊骗了数分钟。哈哈哈。